小东西们要回笼了，回去吧，回屋吧，今天晚上还是回屋住啊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哦，舅爸来了啊，把舅爸拎出来。走吧，走吧，你往哪走？找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啊？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？来，跟我走，要不你就跟我走吧。翠花要干什么？哎呦，对峙一下啊！嗯，嘿嘿，他知道跑哎，嘿嘿嘿。你知道你搞不定他是吧？看翠花，把翠花急的。一急那耳朵都震起来了。哎，还得回去找弟弟妹妹啊。看翠花。哎呀哎呀，我笼子给我撞坏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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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急了都叫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他进去了，舅妈进去了。他一叫把这些小东西都吓到那边去了。过来过来，舅妈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舅爸，哎，这你好玩，来吧，我看你往哪跑，看你往哪跑啊！哎，哎呦，小心啊！回群儿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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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去了哈、啊。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哎，好狗，舅爸，你手里没吃的。哎呀，哎呀！嗯，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。这是吃不饱啊，这是吃不饱。哎呀，没抓到。过来，回去吧，都回去吧。回去喽。
回到你们熟悉的地方，回来吧。天气有点凉哈，天太阳好了以后再把它们放出来。小东西来到这儿状态就不一样了。酒吧，吃吧，能吃得动吗？哎，这条狗啊，跟大家聊聊这条狗啊，就这条，非常像小时候的沙拉哈，特别特别像。不管是身体结构还是性格啊，都特别像沙拉，注定了它不是盖亚那种体型啊。哎，来，走了，抓到了。他们还在吃啊。就那么饿吧，哎，你也吃，吃不动啊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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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来哈，不过来，我进来抓了啊。这个小东西啊，透着一股聪明劲儿啊，就这个。透着一股聪明劲儿啊，就他。哎哎哎哎哎。这好玩啊，特别好玩。透着真的透着一股聪明劲儿，就这条狗啊。哎呀，你干啥？哈，秀了一叫。看那个，他主要看那个哈。这家好玩，这家好玩。嘿嘿。过来，嘿嘿，这好玩哈，走吧。你也吃吧，嘿嘿嘿。还有一个，过来。哎，你不能害怕我。哎，好狗，快来。哎，哎，你不能咬哈，不能真咬哈，跟以前似的没轻没重的不行哈。哎，好狗，来吧。嘿嘿。哎呀，是吧？盖亚在那儿哈，盖亚在趴那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吃了啊！不要吃了，这个还比较。
还得了两，吃一个两个的行，多了不能吃啊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一个两个的算是宠了一名是吧？多了就害了一名。进去吧，过来了，都过来了，过来，进去吧。